就是今天的四首，其实是，要等一下，我先看看，因为我没有准备稿。这四首，就是我拿来考试的曲子。第一首是考国小的曲子，第二首是考国中的，第三首是考高中的，第四首是考大学。这四首是我拿来考试的。5跟6是我推荐的，那个不是安口曲，不在安口曲，不在那个里面啊。所以从小就是你练这些曲去考试，然后你就只能踏马弹1分半或1分40秒，然后你就要滚下来，然后你也不能反复，然后你也不能怎么样，你就是要一直弹，就是弹前面那些没用的垃圾，然后你在弹到副弹之前就被卡掉，然后你就会说，我他妈的练那么多东西你都没听到，然后我前面弹的，有时候是因为我前面的东西比较没有那么好，跟别人比起来前面没有那么好，所以说好的东西可能在后面，或者是说那钢琴真的是有够烂，我很想抱怨，我就抱怨 N 次了，就是那我考大学那钢琴跟垃圾一样，它又跟垃圾一样，我发现它是韩国做的，所以我今天准备这四首就是把我以前的曲子拿出来，没有练完的后面都没练过，因为前面老师说你前面准备3分钟就好了，绝对听不到3分钟，所以说就会学弹前面3分钟，后面东西都不会练到。对，我在1个月时间把后面东西练出来，然后我今天把它弹完了，虽然弹的没那么好。我不会，很棒。关国练习多久？关国那算那几个小时？一次一次而已。一小时不到。有点。然后今天谢谢现场跟在网络听的各位，好，音乐会就到此结束。拿一只猫上来当礼物。不用了，就因为是他的音乐会嘛，对不对？实际上是他的音乐会，刚刚你听到是他在抽风，但他没有面对我们。哦，他没有面对我们。